好，现在我在菲律宾宿务室的某个大卖场里面，我现在来跟大家介绍菲律宾的米。好，这是16号米，这是14号米，这是好男人米，这是春强米，这是白金，这个没写牌子，这个 sweaty 没有查到是什么意思。然后这个是新地平线，然后这个是蓝龙，然后这是自由米，感觉卖得很好，因为它很低。这是 arowana，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是厨师用的米，这是 miss lamb， lamb 好像查到是被打还被揍的意思。这是 queen victoria， 维多利亚女王米，是蓝eagle。国王老鹰米，超棒的米，樱花米，象牙米，这个是管甘纳多，甘纳多没啥意思，甘纳多，然后这是 blue eagle， 蓝色老鹰，等会，expensive，